洗衣机啊，这么多年都是手洗的，这东西能费钱吧？可以洗羊毛。这东西家里不知道放在哪里。哎，老陈昨天买彩票中了台洗衣机啊。那玩意有什么用啊？浪费水。哎呦，这么贵，要这些钱还不如买点吃的穿的。这个看着就很复杂，能好用吗？这搞半天太阳都要下山的了。瞎操什么什么的，这哪有手洗的干净啊？姑姑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没事没事。用洗碗机，这能有手洗的干净吗？看着这么复杂，能好用吗？这么多年都是用手洗的，很浪费水吧？凭什么呀？这么贵，浪费钱。干净了嘛。